我们都知道呢，卧室对于一个房屋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人的1/3的时光呢都是在我们卧室度过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依然很高兴邀请到了冯师傅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关于卧室的风水问题。冯先生，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卧室风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好的，首先第一点呢，卧室一般来讲呢放在房间的后部比较好。当然现在因为房间功能的需要，有的时候卧室放在前面啊，但是最好是放在后面，就是说从大门进入后面，建在后部比较好，因为这个卧室有一定的隐蔽性。对对对，隐私性、隐蔽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从这个卧室角度来看的话，它倒有3个功能区。一个就是放卧床的位置，就睡觉的地方。休息区。另外就是洗漱间。还有一个化妆室。化妆台。就三个部分，三个部分都有不同的讲究。那作为睡觉这个地方的话呢，主要是看床的摆设，这边叫床头，那边叫床脚。床头摆设的话呢，像它这里比较好，靠着墙。如果床头靠那边，那边是靠窗子。就不好了。这地方没有靠山。当然这边有门，也不适合做床头的。所以它这个床头坐这边是比较好的。那就说是床头应该是靠着墙比较好，比较实在的一个靠山。还有它这个床呢，这个靠背比较高，比较结实，这个也是比较好的。这本身也是风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卧室里面最好是比较简洁，不要有太多东西啊，像这个一般人喜欢放个电视机啊什么，其实都不是太妥当。如果而且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因为它有辐射。它有辐射。对，我们如果放在书房里呢，客厅里面可能比放在卧室要好一些啊。当然除了有些人他是做这个证券的，他晚上要做，就是要关注一些东西，他在床上方便，那是特殊情况。一般情况这样的话呢，这是电视机不要放在卧室里面，这是床的一个功能。还有床的功能区的话呢，那个叫里面，这个叫外面。一般来讲，丈夫要睡在外面，妻子睡在里面，这其实有安全感。这是卧室里面。还有就是卧室里面，它这一个门呢，这个走道啊比较深。也就是说门。你这个卧室大门有一段距离，这个也比较好，比较安全。如果一开门旁边就是一个床，这是不是太安全啊？所以那个风水就不是太好。像这种格局风水是非常好的，卧室这样布置非常好的。那我听说啊，就是说这个床上面不能摆这个镜子，然后对面也不能摆镜子，是这个在风水上是有什么说法吗？就是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最好不要直接看到镜子自己的模样。这个不太好，这个呢。从生理上讲的话，就会引起人的神经的衰弱，时间恍惚，工作之后注意力不集中，从学术角度来讲的话呢，容易做噩梦，就是怕半夜醒来自己吓着自己。对，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当然也不是这个，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个就是说床头上面摆画有什么讲究吗？卧室里面的画最好不要是人物画，也不是动物的画，一些花草啊、树木啊、山水啊，这个可以。如果放人物的话，或者树木的话，或者是动物的话，就不太好。如果是人物的照片，如果是本人的也可以。也不要是放一些其他人的照片。就是说我知道很多就是新婚的夫妇爱把他们的这个结婚照摆在这个卧室里面。那可以，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可以的啊，你不要放其他人的。也不要放这个过世的人的。这虽然是你很喜欢他们，但是也不要放在卧室里面。那看完刚才的卧室呢，我们现在有请冯师傅给我们讲解一下这间卧室的这个风水的情况。好的。这个卧室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目前看过去就一个这个放卧床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洗手间的那个地方，两个部分。那么呢这个床呢肯定是朝这边放的，所以这个朝向看来是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里有个墙角。由于这个墙角的话，它大概已经接近超过床的范围了，所以这个墙角也不会有影响。如果这个墙角在这边对着这个床，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是需要注意的。就卧室要特别避开这种很尖角的东西，正对着床。这是其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是，我想打断您一下，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一个非常尖的一个角，那我们怎么样去化解这种？这个我们首先是用包角的方法，把这个角包成一个圆形，不要有杀气这么重。或者是不是能可以摆放一些植物啊？也可以啊，你可以把东西挡一挡啊，一个脚柜呀、什么东西把它遮挡一下。特别是跟这个床，平齐这个部位，这个空间这个位置上面，要稍微遮挡一下，不要让直接杀到床上人，就好一些。然后就是前面这个洗手间的话呢，虽然门比较大，也对着床，但是呢，这看过去是。
这个马桶还是比较稍微隐藏一点的，所以嗯。这种情况呢，还是呢，我们用完之后随时把门关上就行了，哎，就不没什么大碍。就是说床不能对着马桶是吗？对，不宜对着马桶。啊，不宜对着对，马桶。哎，就是它这个像它这个洗手间的话，如果两扇门的话，就是这边这扇门关起来，或者是随时用完后两个门同时关起来，就没有问题了。那它的这个窗户开在这边，就是这个风水上有没有什么？风水上没有什么问题，开窗子开这个是开得很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方的房子不是很高，不是很高的话呢，就别形成什么，形成这个它的整个瓦面暴露在你这个窗前，这就有煞气了。所以这个是最好是用百叶窗和什么方式，能够适当遮挡。这是也是可以化解的，像这种情你况。用百叶窗的话，就可以采光，它是可以遮挡那个煞气，就会比这个帘子好一些。因为帘子的话，要么就遮住了，要么就打开。就是你如果全遮住，它可能采光不够。全打开，煞气进来，会有些问题。